我二十岁，啊，你几岁？你十九对吧？哎，这都就是，安尼你还给我做做。介些事，像伊讲过了十年啊，啊，我们也讲在不忍心啊，也不舍啦，自己都没有儿女在身边，那是非常苦的。其实伊已经是有诶拢袂记哩啊，啊，后来是他的意思里面，伊就是要去收功德金，对，阮就是讲满他的愿。